大家好，我是季晴。我曾经参与过公视的六局下半，还有空气男的告白的演出。那在这两个单元剧里面呢，其实我演出的都是单亲妈妈，所以我跟导演跟制作团队针对角色方面的揣摩，还有整个故事的架构，其实公视也给予很大的支持跟空间。对于小朋友，我觉得公视的儿童节目也是非常优质的，所以我也常常选择公视让我的小朋友收看。所以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可以多多支持公视，然后可以筹资更多的经费，让他们去筹拍更多更好的节目带给我们的下一代。请大家拨打捐款专线02-2633-9922 02-2633-9922，或者是划拨账号19213335。